喂，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喂，今次咧又要讲一个最敏感嘅话题啦。我话俾你知，如果你呢一节可以听得到嘅话咧，我话俾你知，已经系嗰阵就经过千辛万苦，系咪千锤百炼去修改又修改。我话俾你知，呢个版本咧肯定已经剪过好多次先可以出到街。因为点解？因为高恩仔今日又要讲一个敏感话题啊，就 Anson Low 啊，系咪先？讲 Anson Low 咩话题？就系讲紧依家呢个叫做十二怪盗嘅票房就相当之好啦。咁样依家，譬如我依家整呢段片嗰阵时咧，可能唔再 update 啊，即系。Mila 嘅十二怪盗咧已经过咗2000万票房噶啦，咁样样。咁咧跟住咧，喂抢姜喎，Anson Low 突然间喺个访问度抢姜喎，咁样样，哇，好似讲到即系自己系功臣嚟喎。究竟我讲紧咩咧？咁样样，咁啊同大家日日分析份嘅状况，睇下边个归功啦。OK， 咁开始呢段片之前咧，请大家赞好呢段片啦，同埋留个言，一个心心，一个笑嘅点都得啦，同埋咧就货金支持咁样样。嗱，所以咧，高恩仔咧都唔怕嗰啲 haters 或者唔怕嗰啲咁嘅神徒攻击啊，系咪啊？喂，讲真一句。講氣氛，嗱我都少少即係講，我冇劇透啦。喂 ，Anson Low 嘅氣氛肯定係少過姜濤喺十二怪盜，我話俾你知肯定。喂，但係咧 ，Anson Low 咧都夠膽喺訪問嗰度咧，即係將嗰個咁嘅，即係叫做嗰個能力係嘛，或者嗰種咁嘅功勞係嘛，即係叫做做代表講出嚟喎。系咪先？喂，即系好得意喎！啲传闻，即系我谂两个层面睇咧，一个层面就系话，当十二怪盗嘅票房已经即系突破咗一个好成绩之后咧，喂，啲人咧又唔会访问姜涛，又唔会访问姜涛，点解要访问姜涛？点解要访问姜涛？喂，系人都知道十二怪盗嘅票房有一半以上都系靠姜涛拉翻嚟啊！即系呢个绝对唔夸张。喂，你谂下嗱，即系好公平啲讲句，你哋入场睇十二怪盗，在场嘅系咪多数都系姜糖先？老实讲，你睇下啲谢票场系咪先？喂，基本上全院满座都系姜糖嚟啦，系咪先？咁所以你话十二怪盗攞到呢啲好成绩，边个功劳先？你谂下，即系我真系好真系，我唔系话偏私定点样样啊？喂，你谂下边个系嗰个主要嘅功臣咧？喂，一定系姜涛啦，系咪先？一定系姜涛，一定系姜糖啦，系咪先？喂，但系即系老实讲，到今时今日，当十二怪盗嗰、那个当十二怪盗嗰、那个票房成绩做得好嗰时，哇！啲记者居然去访问 Anson Low 吓。咁啊 ，Anson Low 居然都好似哇，好似点啊？代言人啊，系嘛？好似代言人咁样讲话啊，即系访问啦。我睇翻佢嗰个，我边个去访问先？即系睇到都即系兴啊，系咪？睇到真系兴啊！即系跟住咧，阿 Anson Low 咧就话咧，首先好感谢各位 fans 就出场去出席每一场嘅谢票，系嘛？更加笑到见难见难。就話每一場借票咧，都好似一座小型嘅 fans meeting 一樣。我個 fans meeting 好似係啊 ，Anson Low 自己嘅 fans meeting 啊。佢話你哋甚至會帶埋屋企人同朋友，叫佢哋幫手影出場面，好温馨。見到你哋真係好開心。哇！佢依家咧講到啲借票場咧，好似係自己咁樣喎，好似全部都係神徒啊！喂，你問心莫句啊！哇，好多借票場都係姜糖撑起嘅喎，老实讲系咪先？喂，呢样嘢咧，即系凭良心讲啊，系咪先？即系我出席咁多场借票场，有啲有姜涛，有啲冇姜涛嘅。咁当然我尽量揾姜涛啦，但系揾唔到都冇办法，系嘛？我都即系去下啲借票场睇下，即系点啦。喂，其实咧有一啲借票场冇姜涛咧，喂，其实都好多姜糖噶，你知唔知啊？即系坚噶呢样嘢，系咪先？所以我夠膽話，基本上咧，
成个票房就系靠姜糖撑起。咁点解姜糖要撑起咧？就因为有姜糖啊嘛。喂，咁所以你计计埋埋，你计计埋埋，你计计埋埋，其实系讲紧真系要多谢姜糖咯，系咪？你明白？真系要多谢佢，即系成个咁嘅。你盈利就係由佢撐起啊嘛，係咪先？你冇可能，你冇可能即係講到哇，即係好似阿 Anson 都自己做咗代表喎、啊，大佬係咪先？喂，你自己做咗代表，喂，你係發言人嚟，喂，即係係咪你膊頭有花先？即係學阿係咪阿隊長講啊？你喂，你係咪膊頭有花先？你係咪能夠代表標華講嘢先？係咪先？嗰啲記者亦都唔臭味氣，係嘛？咁多人訪問阿 Anson Lau 係嘛？即係覺得嗰個票房好，點即係咁講？咁當然嚇、啊，即係有人話姜圖依家去咗美國啦咁樣樣。咁但係呢個訪問係當 Mirror 成員仲喺香港嗰陣時咁樣，係嘛？啊咁啊，可能有啲人就會繼續説話啦，就話我唔係，可能啲記者。都是求其嘅啫，可能見到見到邊個咧？見到 Tiger 佢都會問 Tiger 啦，係咪？見到 Elton 佢都會見到屋品 Elton 嘅，係咪先？即係呢樣嘢就可能係啲記者見到邊個問邊個啫。喂，但係你又問 Anson Lau 係咪先？我覺得都唔係巧合。不是巧合咁簡單係嘛？老實講一句係嘛？我諗全部都係經過即係嗰啲叫做PR 嘅部署啊，同埋先至去搞到即係 Anson Lau 可以咁樣講啊。咁所以即係我諗呢樣嘢真係要大家去知清楚呢啲嘢咯，唔係話求其喂，當個票房好嗰陣時候，即係等於我同你咁講，即係我舉個例子俾你聽，即係譬如可能當阿媽有咗第二個。票房好好嗰陣時，咁佢訪問邊個？訪問麗英，即係如果大家知道麗英其實喺阿媽有咗第二個係一個應該客串嘅角色啦，我估係應該客串啦。喂，唔通阿媽有咗第二個，哇過咗3000万票房，喂嗰陣時就問，哎呀麗英啊，你覺得點樣？跟住麗英話啊，哇好多謝各位 fans 嚟支持啊，去到場咧就覺得哇，即係好似即係賓至如歸好多朋友咁樣，唔通訪問麗英？喂依家。咁梗係訪問咗姜圖啦，係嘛？係嘛？即係嗰陣時啊，阿媽有咗第二個又係咁。今日十二怪盜如是者都應該係訪問姜圖，因為點解啊？大家都知道，其實基本上係因為姜圖先至有咁嘅票房啊嘛。喂，呢樣嘢係一定係嘅，係咪先？即係好公平啲講句，係咪先？即係如果十二怪盜冇姜圖嘅話，冇姜糖入場啦，係嘛？會冇姜糖入場，結果就形成咩？我相信依家十二怪盜1000万都冇，係嘛？我夠膽講。喂，咁所以即係好核突咯！即係我見到呢啲嘢都係不吐不快嘅陣時做人嘅嘢。咁雖然我知道咁係嘛，我唔知道啲記者係偏幫 Anson Lau 定係點啊？定係求其揾啦？如果求其揾，我覺得仲弊。即係依家啲記者嘅質素真係麻麻地，真係好麻麻地。我相信佢哋可能連傳理系都冇讀過。即係雖然我都冇讀傳理系，但係喂，你基本上十二怪盜，喂，你如果十二怪盜就算票房好，你問下 MarketView 嘅高層都好過問 Anson Lau 係嘛？系咪先？你覺得 Anson Lau 係呢次嘅功臣咧？我覺得完全唔係啦。老實講，係咪先？我個氣氛其實唔係好大啊嘛。姜圖都仲多過佢，係咪先？咁你揾個即係叫做我唔夠膽話佢九唔搭八，只不過係唔係問佢咯，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即係要公道啲咯，公道啲咯，即係要俾翻一個。真正嘅獎賞俾姜圖，你明白？即係連呢啲真正獎賞都俾唔到姜圖嘅話咧，我覺得真係唔開心咯，我自己覺得唔開心咯。同埋即係呢個亦都唔係話一個單一事件啦，好多次都係咁啦，係咪先？即係我之前我自己都講過啦，我話喂，其實《盜月者》嗰陣時已經係咁噶啦，即係。依家好似話公布《盜月者》嘅票房係過唔到阿媽有咗第二個啊嘛，咁當然我就
即系点讲咧？开心到不得了，我都唔想讲得咁尽，即系我相信即系呢个盗月者应该过唔到阿妈有咗第二个嘅，系嘛？即系我睇嗰啲咁嘅数据，咁啊开心到不得了。咁当然唔知啦，可能班神徒唔开心噶啦，所以实投诉我呢条频道啦。咁啊，所以就基本上就搞到一锅粥咁样咯吓，结果就系、是。咁但系就问题上就话，我啲记者真系要即系好好地反思翻自己报道紧啲咩咯，同埋系咪揾一个合适嘅人去讲咯，系咪先？你就算近排可能即系花姐都好似凹晒水咁样啦，唔知搞乜。不过呢个都唔系唔知搞乜嘅，可能我之后开一节讲下花姐究竟发生啲咩嘢，其实系可能关姜涛小事。所以即系不过我谂呢样花姐有啲嘢大家都唔理，反而系真系我依家在此呼吁我啲记者朋友啦，即系十二怪盗，即系依家有个好成绩，应该都会一路继续落去噶啦。咁但系如果你有机会咧，唔该访问翻一啲应该领功嘅人啊，应该去为呢一套电影即系真真正正帮到呢啲电影票房嘅人咯，系咪先？你访问姜糖都好啊，系咪先？你就算访问唔到姜涛，大只人点会访问到姜涛啊？越洋市长都访问到佢啦，喂，咁所以。咁呢样嘢真系要不吐不快，系咪先？即系哇，你票房好，你访问 Anson Lau， 咁你唔访问姜涛，系咪先？喂，呢啲摆明系即系叫做起啊 Anson Lau 啦，即系同十二怪盗嗰个如出一辙啫嘛，个 PR 佬系嘛？十二怪盗月者嗰阵时啲票房好，咁啊又揾啊 Anson Lau， 即系嗰啲归功晒落 Anson Lau。喂，依家十二怪盗又似系同一嘅手法，所以咧今次我要加紧力度去同大家讲翻呢样嘢，即系我谂大家要即系要俾翻一个功劳俾姜涛咯。如果唔系，我觉得姜涛真系即系哑子食黄连，系嘛？有苦自己知，就系、是、咁样。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姜涛。喂，今次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就系咁多，下一次翻嚟我哋继续。